暑假啦，这暑假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呢？嗯，没有哎，我想应该是吃饭、睡觉、打电动吧。那你呢？当然是参加国军最好玩的暑期战斗营啦。那大家就来看看他们究竟参加了什么活动吧。Let's go！随着暑假渐渐进入尾声，今年夏天最夯、最受青年学子所喜爱的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全部圆满画下句点。透过镜头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战斗气息没那么浓的营队，青年朋友们为自己的暑假生活留下绚丽的色彩。在国防大学复兴岗校区办理的新闻研习营及一队体验营，营队安排专人指导学员学习主播播报技巧与口语训练，以及一队基本动作、仪态、操枪体验等，专业又极具特色的课程内容获得广大学子的喜爱。虽然活动受到台风搅局提前结束，但学子们热情不减，把握时间全心投入，不让暑假留白。我是因为透过学校教官，所以发现了这个新闻演习，然后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跟有趣，他体验到很多就是关于新闻工作的内容，专业化的讲解。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，我认识了许多好朋友。今年是第二次参加，所以我也把我的好朋友也一起拉进来，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希望我们都能有所收获，然后尤其是在对于新闻专业知识方面，或是口条训练方面、正音方面，能够有所成长，然后在日后有所用途。因为觉得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在学校一队体会不到，那就是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来这边。第一个是可以认识更多人，那也可以体会到一般人在外面体会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更了解国军三军一队的辛苦，还有他们为国家做的很多事情。觉得他们很辛苦，就是他们外表看起来就很帅，可是他们其实是真的练了很久，然后也被操了很久，然后辛苦很久之后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。很多人或许不晓得，在国防部举办的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活动中，有几个营队必须进入病房、急诊室及实验室，他们是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研习营，中正预校为国中生办理的科学体验营，以及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国防科学基础科技实作研习营。参与的学子们都是医学及数理方面的爱好者，难得的实作经验让他们深感不虚此行。现在这里是抽管，学抽管，因为像是很多病患，他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咳痰，这样子能让他们比较舒缓一点。那我也觉得课程蛮特别的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。一般上的课都是在教室里面，然后这个是带出来做实验，就是会比较容易记得起来。就像刚刚丢鸡蛋，我日常生活中不会把鸡蛋从二楼丢下去，更了解怎么让这么缓，就是让它减少撞击的力道。就是非常多元，这是不管有动的还是动头脑的，就是非常多方面都可以学习到，就是可以就是运动到，然后实作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让我们自己发展的空间。而且这是很多课程都很喜欢，就是应该是航太坐飞机的部分。
大家一直努力努力，虽然前面一直失败，但是到最后面还是成功了。就是昨天的做那个网路线，我觉得很新鲜，因为从来就是没有碰过那种东西，而且感觉很难，就没想到自己去做之后，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办得到的。全民国防不是宣传或口号，而是真正和每一位民众息息相关的重要事务。今年度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，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，让每一位参与的学子难以忘怀，也让他们更加贴近国军事务，了解国防事务。相信他们回到校园后，一定都会成为全民国防教育最佳的种子与推手。哇，看晚上精彩的活动，好险我有参加到！真的吗？可是今年已经结束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年没有参加到的没关系，明年的全民国防暑期战斗营等你们来参加哦！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